超人中中呢日嚟到幼稚园教一班小朋友悭电，唱翻首首本名曲先。眼破真好晒电噶，真系噶咧，食紧好蛋蛋悭得更多。唱完歌又有故仔听。哇！睇下佢而家呢个地球变咗咩样啊？污糟，系咪好污糟啊？黑掹掹喎，佢仲要喊喎。工程师 Eric 哥哥除了讲教材套入面的故事书之外，还带了很多平日上班的设备来介绍自己的工作。我看到小朋友很开心，尤其是他们去探索一些工程的工具的时候，每个小朋友都很雀跃，喜欢摸下掂下。讲回那对教材套，其实我们都很欣赏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套。今天我看到也有一些小朋友是透过油颜色那张图画，可以将他自己本身的儿歌、自己的创作作品结合在儿歌上面。哪一个能源标签是最好的？第几级啊？一啊！真的有留心听书。每一次完了这个探访活动的时候，在跟小朋友聊天啊，问他们，他们都可以答回我们在探访活动教过他们的电力知识，是一件很有成功感的事的。我也很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探访活动培养到小朋友对电力的兴趣，加深他们对电力和电力行业的认识。想做工程师要大个啲先得，不过可以试着住工程师制服体验下先。不过无论你是小朋友定是大人，都记得要做这样东西啊。